所以我就讲，伊华哥老师风险。啊，即摆过来我讲真话做咧，真个是真个。伊当时来台湾了，安尼话我咧多一个人用台湾讲话，啊，三十八年用台语对，交给台湾语对，无人做台语代表。啊，你代表到天边了。我就问你当时你是
中间伊也是欢喜讲，我安尼年纪吼，我搁甲你办一台咯，哎，讲无，哎，是，因为伊办一台咯袂使，因为台湾都无钱，算讲过去在台湾居民，袂使开药来来对待，伊讲伊讲，他在。台湾家阿姨们都开始，都会使讲。